重拾读经的艺术由一群圣经学者和神学家共同著作，他们由各自的专长和学科出发，探讨如何在现代文化冲击之下读好圣经。他们提出了九个读经的基础原则，例如要忠实地诠释圣经，就必须扣连于整个叙事。圣经呼召教会不断以新鲜的眼光重读圣经，识别出神的国度来等等，帮助今日的信徒以神学的眼光整全地读圣经。让我们来一起重拾读经的艺术。